标准集装箱它的优点，它可以实现全球的一个海陆联运，它的运输成本是最低的，它的部署是最迅速的。所有的这个核酸检测生物实验室呢，它的工作99%都是在工厂内完成的。那么到现场呢，只要是通上电源就可以启用，可以实现快速的部署以及扩容，工厂可以批量化生产，去满足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抗疫需求。这个实验室它的面积不到30个平方米，但是呢，在这个小的面积范围内呢，我们功能是齐全的，通过合理的试剂，实现了人流、气流、物流的单向流动，去保证了这个安全性。所以我们也有信心，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啊，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来积淀我们方舱实验室的使用经验，为我们今后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防止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快速应对，来积淀我经验，贡献我们的智慧。这是应用场景，我们还会不断的优化和调整。看视频，善鹏派。